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by Wong。 我们今天会看的单位是欣明阁的一个960呎的三房套房连工人套的单位，由新世界发展的欣明阁1993年入伙，共提供117房，单位实用面积由946呎去到1415呎。一入到去单位呢，会见到一个很方正的厅，非常之阔落。960呎有这个大厅呢，真是非常之实用。这个单位是南北对楼，望向南的景观呢，就会是一个开扬的竖景。再望返入屋呢，就见到客饭厅都非常之分明。我们行返埋去向北的窗台位置啦，会先见到一个平台啦，另外就会望埋开扬的楼景。先望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非常之阔落同埋方正嘅，同埋有对流窗。主人房嘅景观主要都系望向北边嘅开扬楼景。主人套厕咧都算大噶，有窗啦，同埋以浴缸嘅设计。第一间客房咧，都系面向北嘅开扬楼景啦，但系房间嘅尺数咧都系非常之实用啦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同埋有衣柜嘅位置。二间客房咧就会望翻向南嘅位置啦，开扬嘅竖景。望翻入去房间，都非常之实用啦，可以放到双人床同埋衣柜嘅。客人洗手间咧都非常之阔落，系企缸嘅设计啦，同埋有明窗。呢、这个窗咧就会望翻向北嘅景观。最后我哋睇埋厨房，非常之企理啦，储物空间非常之足够。如果睇咗呢条片有兴趣嘅话，可以联络我，我系 Toby Wong。